现在全转移，你不要逼我嘛！赶快签啊！谁知道你以后跟淑芬会不会？啊，现在何志斌回来，那你跟淑芬会不会就没戏了？你就是只在乎他的情绪，那我呢？我到底有没有想要资源回收，还是我想要过一个新的人生？毕竟哦，我们本来就没什么关系，我们就真的谢谢，不必再联络。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东森戏剧40台，淑芬定姐妹们追吧。